捷运与都市规划中是相重要的发展动脉，我要用捷运来带动新北市的发展。都更就一点，捷运去搞对，都更就做搞对。都更的公益回馈空间，买当用来做青年住宅、社会住宅、公共托育托老中心、新创空间。都更第二点，只要干到两边接口的翻新，行政区主干道沿线都更，提高基准容积率，提升改造效能。都更第三点，回老都更，防灾型都更，新北市30年以上的老厝有67.6万栋，有许多消防车、救护车拢无法躲入。从防灾角度，从宽认定危老建筑，用这三种点、三种策略来改变城市风貌，创造安居乐业的新北市。